雷吼！今天我来抽新版的 Oblivion 遗忘药水。这次的 L8.5 更新有把遗忘药水原本的幸运值加成做了更改，从原本的35万幸运值变成了50万幸运值，所以我就要来再次挑战开抽遗忘药水，希望这次能成功出货。来，先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个背包里面，这边又有一罐这个新的 Oblivion Potion 哈，等一下就可以开抽，真的希望可以抽到好东西哈。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这个万矿业已经存了5个了，所以我之后又可以再买多一个这个新的 Oblivion Potion， 之后又可以再去抽啊，哇，紧张紧张。然后呢，等一下。除了抽这个 Oblivion Potion 之外咧，我还会去连抽一下我这个天堂的这个药水哦。等一下我看我要连抽多少瓶啊，因为我天堂药水也已经存到了整32瓶呵，我存了一段的时间，我觉得今天好像应该很有希望耶。我觉得今天我的信心蛮高的啊，我觉得有这个几率可以出这个破亿的光环哈哈。Hello， 我这边海星棒啊，全部都装备这个海星的。不过现在我想看要不要等一下这个天气，如果我要抽的话，我应该是会在雨天或者是这个 Hell 天气抽哦。我还有那个雨天的石头那些可以开，而且我这个也还有9瓶的这个 Universe Potion， 所以等一下我想看一下，可能我可以用了。虽然讲现在这个 Universe Potion 真的是很稀有啊，然后 Memory 的成员也有进来啊，现在等个天气，还是讲先，我现在换看这个天气方看，下雨了，直接是下雨了，Rune of Hell 我有2个，我觉得可以抽一下的，现在我觉得可以抽一下了。OK， 这样我现在跟他们讲一下我要开抽了。来，要抽了，我先去拿一下那边的那个光环先哈，然后我这个 Rune of Hell 我用一个先，然后还有这个 Universe Potion 我看我直接用了，那边放那技能，然后那个 Fortune 3 Potion 也用，然后普通的 Lucky Potion 也用一下，我的 Lucky Potion 我用了1小时，我按错，我刚按错那个数字。OK， 先这样子先哈，然后对哦，我还有那个我原本想用那个武士法，不过现在还来得及嘛，好像算了啦，武士法先不要用了，我都用了这么多的那个加成效果了，哎呀 ，OK， 拿了这个之后呢，我今天想去的点位是我有之前刚入坑这个游戏不久的时候在的那个点位哦，就是这个瀑布这边哈，我以前在这边 AFK 抽到这个哈迪斯哈 ，OK 了，那么我现在想一下哈。这个手套我先换回这个重力手套，因为我现在有这个 bonus roll， 然后呢我看直接抽这个 Oblivion， 来直接用了OK， 来我这个 quick roll 先关掉先哈，不要用这个时钟，这个真的很吵，真的很吵。 OK， 那么我要开抽啊，影片开头就开抽啊，3、2、1 go， 什么来，哎呀，这个颜色不是好东西，我的 Oblivion Potion 啊，我的 Oblivion Potion 啊，不要跟我讲 Gravitation 了啊，哈哈，完了 GG 哈，我都还没有爽到，然后又下雨啊，这样接下来就是这个天堂的片段了哈，接下来这个天堂的这个环节了哈。来，我要再来领次这个光环啊！不过在领光环之前，我要先弄到这个bonus roll 先，因为我刚忘记去弄那个武士法啊，所以就是这普通抽就好啊，随缘啊，随缘能抽到的话就能抽到破亿的。OK， 这个6倍了之后哪一个？然后我又要再去什么点位好？我觉得还是一样去回刚才瀑布那边先呢，再回来这边，然后这次我觉得我要换一个这个 watermelon 啊，换这个西瓜的这个运气哈，试试看哈，然后再喝一罐这个天堂药水先，然后这个再关掉。OK， 万事俱备，那我们现在抽第一瓶天堂，哈，第一瓶天堂。完美的奖励，不要用技能真的很潮，我来这个 undefy， 哎呀，再来那个 bonus roll 给我弄好 good， 然后再喝一下第二瓶，然后我们又要再来抽，哎呀，我刚忘记把那 quick roll 关掉，这次我抽到的是这个 stars coach， 还不错啊，第二个就有这个千万的，不错，其实也不是千万的，因为我现在有这个宇宙药水，OK， 然后再喝下这个第三罐啊，来，阿弥陀佛，冰，喂，2个 undefy， 你认真2个 undefy， 还是讲好料在后面，我先不要那么快绝望啊，正面思考啊，正面思想啊 ，PMA 啊，不要泄气先，Another one， 第四瓶 ，quick roll 关掉。再来，不要想中破一关，还是可能就会自然。我抽了什么 ？Arcane， 这个什么鬼？哇 ，Arcane 我不要不可以，我要相信，可以中的。接下来第五瓶啊，哇，这前面是4瓶，惨啊，真是惨啊！好，正面思考，我可以的，来，
第五瓶，第五瓶，我点的，可以祝福我一下吗？祝福我一下啊！哎，啊哈哈哈哈 ！What？ 我在死了笑，哈哈哈！我不要你耶！啊，虽然讲你是可以再给我去做这个天堂药水，但是真的没有用啊！我不想在天堂里面看到这种东西啊！可以祝福我，给我一点运气吗？我真的是惨，祝福我一下哈，各位祝福我一下了。波多罗再弄回去，弄回去，波多斯拉再来，啊呀呀 ，OK 呀、啊，暂时借我你们的运气哈、啊，然后我要再换回这个沃特梅伦钢，我不小心换到了 ，OK。然后呢，这个是第六还是第七还是第六瓶是吧？应该第六瓶哦，我没有记错哦。OK， 奎罗关掉，再来三二，祝你 love， 这什么鬼？这个 love 先不用选哈、啊，抽。抽抽抽抽抽，哈迪斯还不错，还不错啊！但是哈迪斯也不是我想要的啊！我看算了啦，我觉得我这一抽可以换成这个泰干刃一下、哦，因为我有一个这个任务呢，是需要这边这个任务呢是需要用这个泰干刃抽这个波塞冬哦，所以我先用这个、啊，那个没有六倍的话就算了，我现在已经随缘抽了、啊，来。这个多三次，多三次 ，good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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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然后我们再用下这个第七瓶，第七瓶，叮。Oh no man! Oh no man! 快点快点快点！我的药效已经要过了啊！药效真的不是剩不多，剩不多是。我点到，我点到那个，我点到那个纪念摩登马论技能。Good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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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来做这个第八还第九瓶了，第八瓶第八瓶。叮！不要用技能，不要用技能，操！时钟的技能太大声了。然后下面这什么来？哦，那个杰尼西斯的那个技能，害得我那边两个瓶。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低配中礼盒，快快快快快！还再用两瓶，再用两瓶。OK， 那么在这个第九瓶，抽，时间要不多了啊！这阿 Ken 来的嘞，不用紧，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PMA， 快！最后一瓶，最后一个这个 bonus roll good， 然后再最后一瓶了，这个是第十瓶的、啊，保佑，真的是保佑啊！哎呀，我下来一点抽啊，这边来我下来一点啊，我在这边抽啊，三二一 ，Go！No， 十连抽了，我真的是没有这个破亿的命水是吧？上次我抽到这个一个 impish 之后，我就完全抽不到这个破亿了。哈，十连抽了，我觉得我应该要先停一下先的，剩下这个二十多瓶，我觉得之后再抽了。我觉得要止损一下先，止损一下先，那个二十多瓶可能再给一个新的主题还是怎样？哈哈哈，哇！这样子就我们这个就抽完了耶，这样快哦！啊，我才录了20分钟，这样子，20分钟就把我一瓶一万个那个十瓶那个天堂药水抽完了，感觉很空虚，真的。他们上面还没有意识到我已经下来了，他们还全部在那边看。哎呀呀！有黑伤吗？有黑伤吗？这是黑伤吗？我看一下啊！哇、欸！快点快点给我买，我要买 Oblivion Potion。哦哦。马上出来哦！这个谢谢啊，没有人要买的话我就买掉。喂，我顺便讲一下，真的出来这个黑伤，我马上买到这个 Oblivion Potion 的，还好没有人抢掉我啊！这我师傅啊，谁敢抢我把他 ban 掉啊？这样子我有一个 Oblivion Potion 嘞、欸，我要再抽多一瓶嘞、欸，我要再抽多一瓶嘞、欸、啊！我觉得不要啊，今天这个运势不好啊，我觉得再抽下去也是悲剧啊。这个可能我留给这个主题啊，我先冷静一下啊，不然等下两抽都真的是中那种大便的话，我真的是我真的是退游了，真的。哦，又有 ，wait， 我听到，哎、欸，又一个黑伤，哇，连续出两个黑伤哦 ，Heavenly Potion， 谢谢了，连续出两个，哎、欸，这个 Machine Trigger 是什么来的？哦，那个新的 item， 哦，对 ，OK， 我先买到这样子哦，然后我来看一下那个新的物品 ，Machine Trigger 这个是，他这个是讲他会给把那个商人出现的位置指示给我们看，所以说如果我回来我的这个重生点这边，然后我再点一个这个 Machine Trigger， 点一下，有，哦，这个，OK， 原来之前在更新资讯里面看到这个 Machine Trigger 是要跟这个黑商买的啊，然后他就只是我们在这个商人的位置在哪里了解，但是其实讲真的啦，这个 Game Pass 这个是更好用欸，这个是直接连指示都不用指示，直接把你传送到他的这个地点化。好 ，OK， 至少我现在看到了啊，这个当做一个补偿 ，OK 啦。那我看今天这集先拍到这边，虽然讲在抽的部分呢，抽天堂跟抽遗忘药水都抽到很悲惨啊，又没有抽到什么好东西，但是还好后面还有出两个这个 Jester 补偿我啊，我还买到两瓶这个天堂药水，还买到这个新的那个item 啊那个物品啊，所以还算不错啦，安慰一下自己啦。好啦，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啦，大家拜拜。